我是 One Team 的金红。来，那你现在在队伍中担任的位置是？指挥的位置。队长。对。大家好，我是 One Team 的鲨鱼，我是突击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One Team 的火旋，我在队伍担任的是副空。大家好，我是 One Team 的陈副。请问你在队伍中担任的位置是？步枪吧。步枪。因为我没有观念。进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One Team 的 Q 毛。我在队伍担任的是辅助步枪，也是步枪位。大家好，我是 One Team 的 YU， 我是教练。大家好，我是黄明，我现在是在 One Team 担任的是教练职位。我们队的话，在9月3号跟4号会有一个东南亚的培训的比赛，记得要来帮我们加油。而且这一次的话，很有可能会是在One Team 的频道去做直播，所以大家也可以稍微关注一下。希望我们的影片可以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也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，让我们拿到好成绩。谢谢，拜拜。